九连胜了，各位九连胜了。我们再一场的时间胜了 ，CP 赛时间胜。哇，这个时间胜的对手，决战沙漠旋转工地，究竟能不能时间胜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春春呐、啊，这是最新的 CP 赛又开始啦，那就是大家要从我们的那个就是前十名来获得我们的名人堂啊。那今天我们今天难得没有卤蛋，因为卤蛋今天是播报，那个7月25号他跑去播那个就是 RSL 联赛跑跑卡丁车联赛，那在没有卤蛋的情况，就看一下我们能不能持续连胜呢、啊？好，那就是第一张是我们的城镇命运之桥。少了卤蛋大腿，等于说我们要自己当大腿了。第一场就遇到高手嘞，差距的哎，天哪、啊！马上就要吃瘪了吗？这个差距跟三 T 的这个感觉是蛮厉害的。没有卤蛋，自己当大腿，抢领跑，抢领跑，就是这里了。呜、哦，差点被撞，哦、好硬哦！该不会要输了吧？哦呦，不行，我们要站出来。身为春春，啊干，干没气了，我没好，啊干，这个没有，我们才第一圈而已，我们不要这么早放弃。我们从第七追到第一才是真本事。哎呦，第一对方当两台了。哦天啊，怎么那么刺激？原来少了卤蛋会变得那么刺激哦，因为卤蛋太强了，它是 bug 的存在，所以少了它，我们的竞争会变得更激烈。哎呦，来到第五名了，我们慢慢找回手感。这个的话应该是右边吧？哦呦，吓死了！躲过机器人，逆转啊，各位，逆转啊！还是超神的躲过机器人，哦，有没有直接到第一名？可以吧？这个路线追回来了，这个七到一的故事。太神啦、啊！刚刚是故意的，刚刚是故意的。七道爷故事没了。Yes， 逆转了，我们击败强敌，哎，这个强敌啊！水真棒，漂流位移，有个完胜。就是这次我们目测对赛蛮认真要拍啊，那个爬分数的，因为要抢名人堂。龙之都市又是一个战队，粪土，我们要当粪土王。哎，有终结者哎 ，Autobine。那阿肥开终结者，怎么感觉终结者会承受不住他的一个重量？太肥了。哥是粪土王，哎，他是放速吗？还是卡弹？哪尼？不太懂刚刚那个操作，不知道是想挡我还是卡弹还是怎样的。不过还好没事。起家对我哟，松帅。送开红，这个再吸一个阿贵的油，这样前面可以护吸尾的，其实后面就比较难追到。所以这种情况的话，尽量就多吸前面尾流，不要让我们的第四名有任何吸尾的机会。那撞死自己的人会撞到自己人，哎、欸，他怎么逆向啊？
个可能想要最后想要等小智吧，等小智看完对方没有要让我完胜 的意思。一二七耶，他其实跑蛮快的。冰灯城，欸，话说我们已经好几连胜了，我们已经八连胜了，今天感觉有机会可以来个十连胜哦。我们看少了卤蛋大腿之后，能不能迎接十连胜？我们是粪土王，专门跑粪土的。前面一个完胜哎，这开局怎么有点不对啊？才刚刚讲要十连胜，马上一个粪开局。哇！我回子刚好没有跟到燃气，可恶！啊，气终于补回来了。哇，没满！这个路线有点智障。Nice 啊！哎呦！我干脆不走了，干脆不走了。刚刚那种情况，如果走的话，一定 GG。直接撞墙，那个实战的临时应变蛮重要的哦。我们刚刚那种情况的是直接不走的比较快，不然你可能会直接撞墙。那个跳台区的一个部分，然后这场那个桂冠已经第一了，我们这个都稳稳保第一场就好了。Nice， 八连胜，哎，今天要十连胜了吗？要十连胜了吗？感觉蛮有机会的哦，就看我被到高手吧。森林崎岖下坡道来了来了，这么刺激，直接就来这张赛道了。偶像，说不定不会叫我哎，这边说桂冠是偶像。不要挡我！哎，我要第几？我要第四，我要第四，好混乱哦，这一关。干他超奶！我是最桂冠的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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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开启后追模式哦，刘春春。感觉应该追不到了，后面已经没什么失误了，但前面也没什么失误。哎呦呦呦！哎，这个不是桂冠。哎，哦，是怎样？他刚刚是一个，他是网络问题吗？我刚刚看我那下操作，他怎么跑一跑逆向了？可恶的桂冠跑那么快，应该想要做完胜吧？再看对方要烂吧，如果没烂的话也没什么机会。小智不知道怎么觉得，哟，对方是好人，嘿，感谢他，我们送他一个谢谢。谢谢，哎，谢谢，打错了啦。给他一个海 YT， 感谢陈浪，感谢陈浪，我们九连胜了，各位九连胜了，我们再一场的十连胜了 ，CP 赛十连胜，会是谁呢？哇，地油车队马桶，是马桶小吗？应该不是吧？不过，哇，这个十连胜的对手。决战沙漠旋转工地，究竟能不能十连胜？你们的对手也是蛮厉害的 ，Moon vs Dio。也是在没有卤蛋的情况，究竟能不能十连胜呢？
为什么他们一开始都可以比较气啊？很猛，一堆人挤下那还可以补，还可以补两颗气。哦，名次不错哦，名次不错哦，名次不错哦。哇，撞同志！看，没关系，我负责挡人。有没有助攻王？我跑第六也要把这个人给杀去。这一场只要把他们卡七八的话，胜率就很高了。理智翻盘区，哦，太过很好玩了。哦，不过是丢的，人人都是战将。我来了，小智，小智，有变数了吗？小智怎么甩是撞墙啊？哦，对到二三名，感觉还是有变数。小月掉到第八了，一四五八。哦，十连胜究竟会不会到手？不行，现在不能失误了，有点危险，有点危险。啊靠背，怎么连续两局要撞这里啊？再练一下啦。哦呦，路线有点飘掉啊。这名次会输，没关系，我们励志决胜负，看谁励志过比较好。来了，励志翻盘区决胜负，超车切进去，还行吧，来到第五名了。小智也上来了，他们七八了，要么你要赢了，要十连胜了。CP 赛十连胜成就达成了吗 ？Nice， 这个队友领跑有点猛，撑住了四五六名，十连胜到手。Yes， 队友马桶表示傻眼。啊，十连胜到手更开心，在少了卢丹大腿的情况，我们还是拿了一个不错的成绩。好了，那是今天影片到这边，那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，十连胜。